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性格也不太喜欢就是被大家关注，我喜欢躲到一边，然后喜欢自己独处。其实自己回房间待的时候都特别舒服，因为其实就很多时候自己醒来，然后就会忘了自己在哪个城市，然后就也不记得今天是来什么活动，是要干嘛来的，会有些不安全，但是消失得很快。有很多就是同龄人或者身边人他们感受不到的东西，我其实觉得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时间，因为以前觉得时间，以前不太觉得时间这个概念特别特殊，但是现在就觉得哪怕给我稍微多一点时间，我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福感的事情就是回家，因为我回家看到爸妈，然后弟弟，然后我们家猫，因为其实很久没回去了，弟弟就又长高了，然后我们家猫也长大了。其实你在外面那么努力，其实也是希望能让爸妈开心，希望他们能就是想到自己儿子特别骄傲那种感觉。最想感谢的人，我觉得他们等级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爸妈，然后粉丝，我身边工作人员，我自己也感谢吧。